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48面，倒数第三行，恭敬三宝，奉师师长，从这个地方看起。自谦曰恭，尊人之德曰敬。这是先解释恭敬这两个字的意思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我们想学、想修、想有成就，那这两句话是关键。我们真正能把这八个字做到，事出事法，修学没有不成就的。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学习一切的不能成就，没有结果。问题就缺在这两句上，不懂得恭敬，不知道奉事，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八个字做好了，社会和谐，世界大同。这两句话没有了，社会肯定是动乱。居住环境肯定是灾变频繁，所以这两句话太重要了，我们不能不认真学习。头一个学谦虚，没有谦虚就是傲慢。傲慢是严重的烦恼，障碍德行，障碍学习，不但不能成就功德，它是最容易破坏功德。一切功德不能成就，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谦虚比什么都重要啊。孔子五德，学生对老师，看法都承认了，我们老师有五德：温良恭俭让。老师温和、善良，恭敬。
就是自谦的，戒戒，忍让，这是圣贤普遍都具足的。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具足，由此可知，这五德是自性里头本有的。见性全都显示出来了。学习真正觉悟的人，这个五德不能像圣贤那样圆满的显示，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看得到了，它都表现出来了。人有没有德，一看就明白了。谦不谦虚？对一切人事物有没有恭敬心？这个地方的举例是举三宝，三宝是佛法僧，是自信三宝，能不恭敬吗？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他能离开三宝吗？没有一法能离开三宝啊！三宝是他的自信呢，代表觉真境。佛的意思是自信觉，觉而不明；法的意思是自信正，正而不邪。身是自性净，清净，清净不染。佛灭度之后，是以住持三宝来表法，这后面都说到了。见到三宝的形象，听到三宝的音声，恭敬诚挚之心油然而起，它有这么大的作用啊！现在这个作用没有了。于是佛法衰了。佛法衰不要紧啊，要紧的是什么呢？要紧是我们会堕恶道啊，说的不好听的话，我们会堕地狱啊。为什么？剃了头，穿上这身衣服，代表佛法。佛法心，我们有光彩啊；设法衰，我们有罪孽。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尊人之德越近，看到别人在行道，前面念过了，行般若波罗蜜多啊，这种人表现的是智慧，是德相啊。我们见到了，能不尊敬吗？学习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人有善行，有善言，就是我们尊敬的对象。他没有善行，没有善言，我们也要尊敬他。为什么？尊敬他的性德。那么先前呢，他的性德是被烦恼障碍住了，透不出来。他不知道啊，我们知道啊。烦恼习气不是真的。马明菩萨在《起心论》说得好，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本有永恒不失，本无是可以除得掉的啊。所以普贤誓愿忏除业障啊，那就是不觉，是可以忏除得掉的。我们尊重一切众生的本性，不要去在意他的习性。恭敬三宝的心啊，就圆满的出现了。恭敬三宝成就了自己啊，我们学佛真得受用啊！就印祖讲的十分沉浸，你得十分利益了。你读经，你听教啊，听教，我们听讲学，听分享，这些对我们都是一种教育，这叫听教。真受其力。如果没有恭敬心，你听得再多，念得再勤，得不到利益。听是耳边风，读心不在焉，怎么会有成就？由此可知，心在散乱的时候，不要去读经，不要去听讲。为什么呢？得不到利益。这个时候应该怎样？应该走到没有人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去念佛。
多舍六根，净念相继，对你有好处啊。心定下来了，再去读经，再去听教，会开悟啊。为什么有人听读他开悟了？有些人听一辈子念一辈子都糊里糊涂不开悟，道理都在此地，不能不知道啊。事出事法的圣人教导弟子，头一个就是教恭敬，教礼敬啊，礼敬跟恭敬是一个意思。这个空什么时候教啊？在古代，父母教啊。小孩还没出生，怀孕的时候，母亲对一切人恭敬，特别是对长辈、对父母。小孩还没出生，他已经就学会了，所以他一出世，他自自然然，没有人教他，他会恭敬，会鞠躬。这个影响多大？啊！所以从前小孩好教啊，听话了，孝子贤孙呢。现在人为什么不好教？不是不好教，是父母没教他，完全疏忽了。他一出生之后，谁教他呢？电视教他。啊，出生的小孩就看电视啊。看到了三岁，他学的东西可不少啊，学的什么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全学会了。你当然不好教。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你就晓得不容易啊。我们小时候父母忽略这个教育，现在我们明白了，想补这一门功课，如果不是真正通达明了，学习的愿心非常强烈恳切有效，如果不是，很难收到效果。这些道理啊，我们都要懂啊。啊，要不然，这一生虽然遇到佛法，依旧是空手而过。遇到跟没有遇到一样的。
不知道这是宝啊！啊，世间什么是宝？佛菩萨留下的经典是宝，圣贤留下的典籍是宝。这是全球人类的宝藏，文化没有国家界限，没有族群界限，也没有宗教界限，《法华经》加详疏二，千孙畏难为功，推其知德为敬，啊，首先讲到钱的了，这是信的。古人有一句话说：“学问深时意气品”，说明越是有学问，越是有德行的人，越谦虚。啊，越能够礼让。啊，确实，他放下一切对立。放下一切竞争，放下一切矛盾冲突，啊，这些东西在他心里面找不到啊，他的心里头一片慈悲，一片和睦啊，一片慈悲呀。这是自信里头本有的，不是外头的，从外面学不到的。佛菩萨圣贤人做出榜样给我们看，苦口婆心地讲给我们听，启发我们自己的心得。哎呦，我们学会了，是不是跟他学的？不是的，自己心得流出来了。啊，他们以善巧方便把我们自己的心得引出来。啊，帮助我们把障碍排除，啊，实际上排除障碍，他们把他自己怎样排除障碍的经验方法效果告诉我们，他的帮助到此为止。
我们明白了，知道了，自己依照这个方法去做，真的也能把自己的障碍化解了。障碍除掉，心得就透出来了。所以这些老师，这些善友帮助我们，他有没有觉得他有功劳呢？没有。为什么？因为障碍是你自己放下的，你自己信的自然吐出来。与他毫不相干呢，他怎么能鞠躬呢？他看到欢喜，他的心得流露出来了，你也流露出来了。他破迷开悟了，看到你也破迷开悟。欢喜啊，志同道合。不鞠躬，恭敬就透出来了。鞠躬，我做了多少好事，我度了多少人，傲慢就起来了。看到别人做得比我多，做得比我好的，嫉妒心就生起来了。这样的学习，他的果报是走向了反方向，不是走成佛之道。他走向堕落之道，他自己不知道。只看到眼前，没有看到以后啊。也就是说，来生后世，他没看到。这个就是佛法讲啊，是愚痴，没智慧啊。有智慧人有前后眼。智慧的人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我们智慧没开，怎么办？读历史，看过去，吸取过去的那些经验，眼前的现象看到了，可以能够判断，预测未来。这样的人也算不错了。我们这一生的经验不够用啊！几十年当中，所见所闻，不能帮助我们解决现前问题，所以我们要借重老祖宗的经验、老祖宗的智慧，那就是读书。中国的典籍对这个世界贡献非常之大。这什么道理？
中国人的方法太巧妙了。这个方法就是语文分开呀、啊。传递给后人信息的用文言文。啊，文言文是永恒不变。啊，又不难学。你学会文言文，啊，中国古籍记载的4500年，啊，这些典籍里面所记载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是你在人生解决问题上最丰富的资料。你不能不读啊。啊，尤其像群书治要这一类的。把你解决问题迫切需要的这些资料。从这些古籍里头一条一条抄出来聚集在一起，你不必用很多时间去看书啊，在这一本书里头你所需要的全部都在里面，多方便啊，多有价值啊。啊，这种教育对谁的呢？用现在话，对全民的。谚语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你没有成家，孤家寡人一个，你一个人也生活在痛苦烦恼的世间。这部书能帮助你解决，解决你个人的人生，解决你家庭，啊，解决你事业上所遭遇的一些困难，啊，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解决国家的问题，解决全世界的问题，真是宝啊！啊，我们称佛经为法宝啊，这些书是不是法宝？是的，都是法宝啊。啊，四库全书，当时多少人真正有学问、有德行，在一切书籍里头去学。邪知邪见的统统踢掉不要了。能够受辱的都符合正知正见。与信德相应啊，至少与12个德目相应，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与这12个字不相应的，不收进来呀、啊。啊，所以这些典籍能称之为宝，道理在此地。
一个人谦虚，恭敬心起来了；一个人畏难，什么难？做人难啊，做好人难啊。难，你能做到，可贵呀。难能可贵啊！你能做到啊？做圣贤难呐，做佛菩萨难呐。啊，知道难，自己就谦虚了，不敢有傲慢。不敢有轻视的态度，啊，恭敬心自然就生出，推其至德，推是推崇，别人有智慧，有德行。我们要敬重他，经文上举了个例子，三宝，啊，三宝者，一切之佛陀，佛宝也。一切证得佛果的人，也就是说，他把自信上的障碍全部放下了，自信没有障碍了，信德圆满地透出来了，没有一丝毫欠缺了，这个人称他做佛陀。佛陀是觉悟，圆满的觉悟。是谁呢？是自己的心。如果我们把执着、分别、妄想、起心动念全放下，你就是佛陀。只要放下，心得就现前，他障碍没有。障碍是不觉，你自信是本觉。佛法说本觉，我们中国老祖宗说本善，人心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啊，本善跟本觉是一个意思。啊，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你真的明白了，了解了，才知道佛法不能不学啊。学佛是为什么？是恢复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本性就是佛。恢复一半，没有完全恢复，这叫菩萨。啊，恢复少分，
信得确实透出少分，这叫阿罗汉。所以佛经称为内典，佛法称为内学，不是向外，是向内的。内就是你完全是本有的，你的智慧、你的德能、你的相好，通通是自性本来具足的。佛说得好，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一切法自心变现出来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用做梦的比喻比较容易体会。梦中所有境界都是自心变的。做梦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心变成了梦境，整个梦境就是自心。同样一个道理，今天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就是我们真心变现。你要说我们自信在哪里，我们真心在哪里，这境界就是自信变的。自信之外没有境界，境界之外没有自信，心境一如啊，心境不二。这是你真的明白了，你真的觉悟了。佛陀所说的教法，法宝也。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所看到的，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当年在世教学49年所留下来的这些教法，用文字记录下来，编成了书本，留给后世。在中国称为大藏经。这里面的内容不但包括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还包括这2000年来在中国祖师大德学习的心得报告。由经论的注解，由于我们分享的论文，这都是法宝啊！佛教传到中国2000年了，历史上记载的正式是国家派特使到西域去迎请皇帝派特使请他们到中国来的。东汉永平10年，公元
67年，啊，到现在我们算是西元了，啊，也就是公元呢67年，到2067年满2000年。这2000多年来，中国人依照佛法修学的成就的人很多啊！我们在讲习当中跟同学们分享，我们估计没有精确数字的统计。啊，估计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宗门教下合起来，我们有理由相信超过3000人以上。这是宝啊。啊，这些人有缘人呐，所谓有缘人，遇到佛法了，抓住这个机会，锲而不舍，依教奉行，都成就。啊，那个不成就的人呢，毛病还是没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不肯依教奉行。啊，知道这个好，也想学习，但是没有依照他的方法，他的程序，所以一生空过了啊。方法很简单啊，跟中国老祖宗讲的是一样的。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专，就这一个字，教学都要转，转就能成就。为什么？专心是定的，不专心是动的，心是乱的。啊，专心就是定的，所以事出世间法。成就决定离不开戒定慧这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在佛法里面说，不只是释迦牟尼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的成就都是依戒定慧啊，戒是什么？守法，一定要遵守这个方法。定，你心是定，不是散乱啊，散乱心不会成就。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开智慧啊，定就能开智慧。啊，不定生烦恼啊！佛在这上用个比喻，用得好，比喻水。
谁不定啊？他起波浪，起波浪他照不见的。啊，如果他水是平的，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这些景观全照在里头，清清楚楚。所以把佛把心比如水，水要清，不能染污；水要定，不能动。就是心要清净，心不能动摇。啊，一门心是定的，两门、三门心就波动了。你就开不了智慧了。啊，这个是中国古圣先贤教诲，佛菩萨教诲的。最重要的一个原理原则，你不能不遵守。啊，你不遵守，你试试看，你能不能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啊，超过佛陀的教诲，包括今天所讲的科学方法。没有办法，实在找不出第二个办法。啊，所以大乘教里面提出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可是诸位一定要知道，智慧开了之后啊，就有一个效果发生了。什么效果？叫除类旁通。除是你接触，你一接触你就通达。不需要学，你就明了，就通达。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你见了性了，你能通一切法之性，就全明白了，全通达了。啊，我们学习就是希望对事出世间法全部都通达，啊，像佛菩萨一样。佛菩萨怎么学的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样学出来的。我们不相信，这一下手就广学多闻，那就完了，害死你。随其教法而修业者，生报也。那么从这个上来看，生报不一定是出家人，没有说出家人，随顺佛陀的教法真干的人，这个人是生报。啊，真正的僧报是什么？老实、听话、真干。这是佛门里的真僧报啊。不分男女老少。不分什么在家出家都不分，你只要老实、听话、真干，
你是真正的僧宝。啊，僧这个意思是团体的意思。啊，佛法里面讲众是团体。啊，僧是佛弟子，他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随顺老师的教法了。老师叫你把分别执着妄想统统放下，你的心就恢复清净平等觉。所以静而不染是僧宝，正而不邪是法宝，觉而不迷是佛宝。这是佛家称为三宝啊。至于佛灭之后，住于世间者称为住持三宝。佛在世的时候，前面所说的佛法僧三宝，标准如是啊。佛不在世了，佛灭度之后了，由住持三宝，住持三宝是表法的。是提醒我们学习的啊，末佛、末刻的佛像、泥塑的佛像、经书铸的佛像、啊石雕的佛像、绘画的佛像都可以。见到佛像称之为佛宝啊，为什么称它是佛宝呢？供奉佛像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看到像就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教训，就想到他老人家一生的心意，真的为我们实现出持戒吃苦，临走之前最后的两句话教导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他一生做出来了，你能不相信吗？释迦牟尼佛从19岁离开家庭，就表演苦行，这个学苦啊，
身体力行来教导我们。这身教，这不是言教，不是做几天给我们看，不是做几个月，做了一辈子。讲经教学49年，如果从19岁出来参学起，得加12年。一家子，中国人讲的60年了，我们算整数60年。60年过的是苦行僧的生活，慈悲到基础啊！他不是不能过舒适的、富裕的生活，他家庭是过往了，供得起。教学过程当中，印度16大国王都是他的弟子。他要建个道场，只要他点头，人家就把他建好了，不要自己操心了。为什么不建？为什么愿意过游牧的生活？这个里头有大道理在。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要会看。万缘放下，对这个事情一丝毫的牵挂都没有，没有牵挂就没有忧虑。就没有烦恼。虽然有个很大的团体，我们一般想象不会少过3000人的团体，没组织。说明佛在僧团里面一点都不操心啊。每一天干什么呢？每天就是教学。就是讲经教学。佛门谚语所谓，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教学的时候你们都来听课，听完之后呢，修行你自己事情，没人管你的。跟释迦牟尼佛学习，生活完全相同，每一天出去徒步，树下一宿，山一步。你不能够遵守，你就不能参加入他的僧团。加入他的僧团，一定过这种生活。每一天没事啊。就是学习。
真的是中国人讲的，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这句话用在释迦牟尼佛僧团上非常适合，他们是真干。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啊，我们不成就，怎么能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在今天，我们真实的成就，最低的成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尊，释迦牟尼佛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佛在经典上千言万语，劝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条路最快速、最稳当、最简单、最容易、最可靠。而且成就最为殊胜，不可思议。特别是在我们现前的社会环境，社会动乱不安，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也多痛苦。地球灾难，频率不断在上升，这些现实的状况，我们看清楚、看明白了，出离之心自然就升起来。我们得找一个安定的环境来修学。哪个地方最安定呢？极乐世界最安定。我们得移民到极乐世界去，不再搞别的了。告其他的，给诸位说，来不及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三藏之文具，法宝也。剃发染衣僧宝也，这是住持三宝里头，法宝是经典，剃发染衣叫僧宝，剃发染衣是这是学生呢，学生的随其教法而修业者。这是真的僧宝。如果剃发染衣，
没有遵从佛经教的教诲，佛不承认你是三宝。我们自己要知道，挂上三宝的名，佛菩萨不承认。啊，怎样才承认呢？依教修行，佛就承认。啊，依什么教？净土法门就是依无量寿经教诲。无量寿经上所讲的，我们都做到了。正佛弟子啊，而且无量寿经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我们选出来做早晚课。净宗的精髓就是四十八愿第六品，我们选出这一品经文作为早课，天天提醒自己，我有没有记住，我有没有依教奉行。弥陀发誓愿，我有没有发这个愿？每一天念这个经文，每一天自己发这个愿，发四十八愿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晚课我们念32到37品。这个六品经内容断我修善，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戒律啊，内容是无戒是善，讲得非常详细。我们在今天一天生活当中有没有犯？啊，善行的我们有没有去做？不善的有没有去改？这真干才行啊！啊，真正呢，随其教法而修业。修是修正，业是造作。佛教我们要做的，一定要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违反。啊，为什么？天天读都做不到，做不到，我讲得很不好听。过去我常讲啊，
我怎么说的？早课是早晨去骗佛菩萨骗一次，晚课又去骗他骗一次，一天骗两次，天天骗他。你还能往生吗？你的果报在哪里？自己清楚啊，阿鼻地狱啊。我们现在对的不是真佛了，泥塑木雕的供在那里，你都有这种狠心去骗他。早晨骗一次，晚上骗一次，还以为自己修积功德，哪有这种道理？啊，我们剃发染衣了，是不是干这个事情？对于经教有没有认真在学习？要记住，世尊当年在世49年，没有一天不讲经，大众在一块都是学习。啊，学习当中有研究讨论的，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分享。啊，分享学习，怎样将佛陀的教诲落实在生活？啊，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它是教育啊。圣贤的教育啊，回归自信的教育啊，是止于至善的教育啊。我们怎样对待法宝？我们怎样对待圣宝？啊，住持在世间。给世间人做好榜样，啊！今天佛门四众弟子在家出家，对社会做些什么？基本的戒律是活。基本戒律，五戒十善，学佛要从认识释迦牟尼佛学起，认识之后真正发心学，那就是从十善业道开始。啊，现在十善业道对我们来讲这么困难，原因在哪里？原因是我们没有根底，没基础。啊，基础是什么呢？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啊，这个在过去，啊，唐朝时候。大概1400年前，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400年，我们不学小乘，啊，用儒道来代替小乘。儒释道三教啊，融合成一体。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啊，所以无论在家出家，
学佛都有成就啊。在家居士里头有开悟的，有正果的，真正的僧宝啊。那么现在出家在家的佛门弟子呢，对于基础疏忽了，认为什么？这小小戒啊，我学经教就好了，疏忽了戒律。经教有教理行果四门，文字经典文字是教经教科书，这教科书里面有很多理论依据，这是礼经，学习最重要的是行啊，我怎么做啊？那就是修行，修行非常重要啊！把我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言论、错误的行为，依照经典的标准，依照圣贤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修正之后的成果，这叫果经啊，就是你所得到的修行成就之后你所得到的。这是果，在佛法里面讲果有三类，最低的阿罗汉、菩萨、佛陀，三个是学位的名称的。你得到哪一个学位？设在寒窗一举成名，圣年的修行锲而不舍，你证得哪个果位？过去证的有证阿罗汉的，有证菩萨的，有证得佛果的我跟大家报告的，估计这2000年来证到佛果的至少3000人以上，菩萨阿罗汉那就不在其内了我们讲的大彻大悟、大开圆解、离业心不乱，这是证佛果。佛门教学有目标啊，不是没有目标啊，有方向啊。你要问从哪里下手，就这两句话，你信不信？恭敬三宝，奉事师长，师长没开悟。
五戒十善四长没做到，我要不要恭敬他？我要不要讽刺他？智者大师说过一句名言啊，很值得我们深深反省。他说：“能说不能行。”这个讲经的话是，他能说，他自己没做到。但是他所说的没有违背佛陀的意思，也就是李老师教我们这一批学生，我们没做到啊，想做烦恼习气太重啊，做不到啊，怎么敢讲经啊？老师教我们的方法，讲古人的注解，注解没讲错啊，注错了他负责任，我不负责任。我们这一次学习无量寿经，我们的老师是谁呀？黄念祖老居士，我完全依他的注解啊。我们自己在学习，讲台上给同学们在一起分享，他是我们的老师。别搞错了，我不是老师，我是助教啊。我讲《华严经》，我以清凉大师的著述疏抄，老师是清凉大师。我讲无量寿经啊，讲这个阿弥陀经，以莲池大师的疏抄，老师是莲池；以藕益大师的要解，老师是藕益大师。我们从来不敢以老师的身份再讲台。早年我常常说，老师生老师在台下，你们坐在下面的人都是我的老师。我是学生，我学生在这里做学习报告，请老师指教。啊，请老师教诲。啊，我这一生学出来，在台上是学生，台下是我的见学，是我的老师。你们督促我用功。啊，你不督促，我就懈怠懒散。永远是这样的心态啊。啊，85岁我天天读这个念老的注解。我一天要用4个小时
很用功啊。查字典，查参考资料啊。85岁在做学生，没休息。为谁？为自己，也为大家。这个注解太好了。能拯救现前的社会，能拯救末法9000年苦难众生，所以名宝也，佛宝、法宝、僧宝。据宝性论，共有6亿。宝有6个意思。第一个，世间稀有，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佛经世间稀有。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稀有之稀有，这个本子没有汇集成功之前，无量寿经没有善本。5种原译本通通读很麻烦，也很分心。5个本子翻译不相同，还有很多问题，到底我们译哪一个本？所以这个经有汇集的必要。最早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次汇集，以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儒学佛学的修养来说，5种原译本他只看到4种。唐译的宝积经无量寿会这个本子王龙书居士没看到，所以他的汇集本质是4种原译本的汇集本，那就不完整了，缺了一种。而宝积经无量寿会里面有一些经文，其他4个本子里头没有的。王龙书的本子出来之后，在中国许多学习无量寿经呢都用他的本子，而这个本子被收在龙藏，乾隆皇帝对于文化非常重视，编了一套四库全书。佛教他特别尊重，没有放在四库里头，单独编一套大藏经，乾隆大藏经。道教都编在四库里面去了，只有佛教他特别尊重。
真的是世间稀有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时逢其时啊，稀有的我们得到了，这个注解更稀有啊。啊，黄念老亲自听老师啊，他是下莲居老居士的学生啊，亲自听讲。接受老师的教诲，老师教他为这部经写一部注解，这多难得。这个注解我们看后面所附录的，他参考了193种的资料，真用心啊，肯定得三宝加持。这么多资料从哪里来呀？我们找都找不到啊！啊，为什么他写注解的时候，这些参考资料他都看到？我到北京去看他老人家，看他的小小的书房，堆的一大堆这些书籍，不是佛力加持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要生稀有的心呢，来受持这一部法宝啊。第二，立钩，佛法僧里面清净清白，没有丝毫的染污，第三势力啊，我们现在科学们讲的能量，它有高能量啊，我们今天也说为磁场，经典所在之处，你能够发现，你进入这个地方，这地方藏的有藏经。你会感到这个地方很温馨，如何喜悦，你能感受到这些啊，感到这个地方呢非常安全啊，你的烦恼忧虑牵挂到这个地方自然好像就没有了。啊，为什么？这些典籍都是佛菩萨圣贤人他们的智慧结晶在此地啊，能量能不好吗？啊，现代人人都富起来了啊，有不少人呢，请一部大藏经在家里供养，有没有道理？有道理，虽然他不看，放在家里，磁场不一样。
那么对于这个经典越恭敬，磁场的能量就越大。啊，如果你常常还翻阅读诵，那个加持的力量就更大了。它真的能保佑你一家平安、和谐、幸福。这不是迷信的，啊，这有科学做根据的。第四，能庄严世界。啊，最殊胜的就是我刚才讲的磁场的庄严。啊，我们中国人讲啊，气氛、氛围。第五，最上。啊，事法里头一切法，三宝在最上，它是正觉，没有一丝毫邪知、邪见、邪念。换句话说，纯净纯善大学里面所谓知愚之善，古人有一句话说，世间好语佛说尽，这世间的好话在佛经都说尽了。第六，不变，永恒不变。为什么？他的思维、言行都跟性德相应，都是性德自然的流露，具足这六个意思，称之为宝。佛具有这六个意思，法也有这六个意思。僧，真干的人，啊，随其教法而修业者，这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实、听话、真干。无论在家出家，男女老少，只要符合这个条件，他是真的僧宝。为什么？具足宝心论上这六个意思，啊，那么住持三宝是表法的，你不必问他是不是真干，那可不要紧，跟我没关系。啊，我们见到佛像，听到佛的名号，就能提醒自己觉而不迷，提醒我了。如果没有人提醒呢，就忘掉了，一忘就迷了。有人提醒，我们就觉悟了。啊，它的作用是这个，不是迷信。法宝是经典，
听到经典的名字，看到这个经典，立刻提醒自己，正而不邪。心要正，行为要正。心与经论所说的相应，行与戒律所讲的相应。看到出家人，一定要尊敬他，跟他行礼。他持不持戒与我无相干。我只要看到这个形象，他提醒我，敬而不染。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你看，他提醒我了，这就是他对我的好处啊！提醒我六合敬。跟任何人相处，我都要修和，要修敬。不要求别人跟我和。也不要求别人尊敬我，我要跟他和睦，我要尊敬他。六合敬是这样成就的。希望别人对我怎样怎样，那是心外求法了。心外求法在佛教里叫外道。佛法是从内心求的，不是从外面求的。佛字字句句是教我一个人的，不是教别人的。我接受是我的，你接受是你的，他接受是他的，不接受的人没分。真正接受依孝奉行，那他就是僧宝。我们对接受的人恭敬，对不接受的人也恭敬。这个道理不能不懂。恭敬三宝，宝是从性上讲的，不是从相上说的。后面讲住持三宝才从相上讲的，相上是表法。表法还是敬心德。有佛者觉知之意，法者法轨之意，僧者和合之意。恭敬三宝这一句的意思很深很广。这简单给我们介绍三宝的定义。佛是觉悟，是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话不是赞叹，是真的。只要你明心见性，你就知道了，你就明了了。法者呢，法轨之意，
鬼是鬼道。就是道路，今天我们讲原理原则是这个意思啊，它是道路，它是方法，你必须要遵守这个法则，是过去现在一切菩萨成佛都是依这个方法走的。你不以这个方法想另外再开辟一条道路，很困难。你可以试试看，你不会成功。你失败了再回头啊，你来不及了。你已经落在别人后面。啊，他们开辟的路，你去走。稳稳当当，啊，确实给你走的是一条捷径。佛菩萨不会骗人，佛菩萨绝对不会让人走弯路。这是真实智慧，真实之力。啊，生者和合之一，就是我们讲的六合敬。那么你就晓得，不和就不是生。我们有没有跟一切众生合合？啊，见合同结，他不知道，我知道。一切众生，诸佛菩萨，遍法界虚空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都是从自性清净圆明体里头变现出来的。所以要和睦啊，他不知道我知道，他不跟我和，我跟他和，不管他接受不接受，我知道我们是一体，他不知道。啊，他要争的给他，他要取的也给他，为什么一体？啊，永远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